哎，安安，君修罗，你好。你好啊，你好啊。審議所であれだけ啖呵切った後でこのざまだ。このままのこのこ帰ったら、难エ保レン艾も里俺和たち我も们有どう什么なる下と思场。った？帰った後で考えよう。今はこれ以上損害を出さずに帰還できるよう尽くす。俺の班を呼んでくる。待て、リヴァイ。ガスと刃を補充していく。時間が惜しい。十分足りると思うが、なぜだ？命令だ。従え。这是命令。了解だ、エルヴィン。お前の判断を信じよう。お前か。何をもたもたしてる？刚刚才补给完，ならさっさと撤退しろ。遅れるな。総員撤退だ。作战结束。哦，所以说这一次李维班还存在就对了，作战失败了。竟然没办法活捉那家伙，将空手回去，难保艾琳的人身安全。我不想让艾琳遭到处分。当当，大成功！团长你好，女巨人被吃掉的时候，尸骸的蒸汽使得视野变得模糊，该不会你觉得呢？还是要继续戒备比较好。嗨，你好，我问你，应该确实完成补给了吧？是，你还真好收买啊！何を作りたいんだ？嘎，我要换武器啦！干，这把有点夸张，一击必杀，这个几率发动率真有点那个哎、欸，また来てくれよな。有点太低了吧？这个，我们还是换回原本的这一把算了。这把攻击还比较高。行くとしよう。现在是快结束了吗？第二季都还没摸到哎、欸，应该是还没啦。6月生日，哦，动漫7月第三季啊，有人说是7月，有人说是6月啊。真正的时间点差不多就那个时间啦。你说直播，我应该还会再玩个半小时左右吧。因为我现在离刚开播才一个小时多哎、欸，一个小时十分，再打个一轮吧。为什么要让李维进行补给？但是你有看到里面的人被吃了吗？我可没有看到。まさか。まさか。以前君が言っていた推論通り、巨人化を解いた後もある程度動けるタイプだとする。そして。あらかじめ立体起動装置をつけていたとしたら、目型の中にいたやつは原本在身体里的家伙就会和我们一样穿着制服。我々でもそれはエレンが巨人から出た時の状況を考えるとできそうもないって結装備は破損して戦闘服さえなくなってたし、何よりエレン本人が自力で立つことができないほど憔悴した。目型の巨人は。叫び声で巨人を引き寄せる能力を持っていた。巨人の力に連動があるとしたら、その力において、初心者のエレンもあの敵を出し抜くために、発想を飛躍させる必要がある。敵が力を残す術を持っているなら、他意思就是说巨人呢变身之后可以立马变回来。哎、欸，这边直接那么快就直接从这边了。いや、違う。誰だ？那叛徒啊！哦，挂了，挂了。止まれ！進め！エレンを守れ！保护艾莲，啊，他来抓艾莲了。危险，危险。我会复原的。
相手でも倒す。冲啊！やはりか。来るぞ。又要变身了。又再度现身。哇！我被追了吗？啊！开始啦！别！全速力で本部に向かえ。选择的结果，他一直乱动啊！これが最善策だ。お前の力はリスクが大きすぎる。なんだてめえ、俺たちの腕を疑ってんのか？そうなのエレン。打脚！我打他装备。不对吧？根本没伤害啊！根本没伤害啊！这是故意的，这是故意的，要我们赶快逃就对了。然后这时候还居然还要救人，有没有搞错啊？保护爱莲，リヴァイ班のみんなが必ずメガタを仕留めてくれるはずだ。すまん、団長の指示で救援に来たんだが、巨人どもに邪魔されちまってな。わ、メワス。等一下、等一下。別。靠背啊、怎么两边都有啊？这个人我不救了、先救爱莲啊。爱莲比较危险呐。爱莲这八七。爱莲直接变巨人就好了，浪费时间。任务失败，干三小啊！我不是救人了。啊？哦，那个我知道是什么失败了。那个什么副任务失败了啊！副任务失败就算了，不管了。这边就有点难，周遭巨人又出现了，快点快快！哇，这个姿势有点怪怪的。哇，这边巨人好恐怖啊！他们在干嘛、啊？在抽搐啊！可以告诉我他们在干嘛吗？跳成这个样子，好像小宝宝哦，在爬这样子，要不要吸奶嘴啊？好玩吗？还不错啊。被发现了。还好我没有保护爱莲，不然我就死定了。欣赏他们的艺伎。あの目型が一方的にとどめだ。お、痛い、痛痛得。エルド、なんでよ。艾鲁多挂了。
哇！刀断了。なぜだ。刃が通らねえ。哇！悲剧了。我的女神佩托拉走了。别去啊！哇，变身啦！哇！哇哟，这速度好快啊，夸张！哎，别打我啊，自己人啊，自个人，自个人。自个人啊！我来帮他清小兵好了。哇哇哇哇哇哇！哎呀，这几只太烦人了！我们打得赢了。哇，后面还有一只。跳踢踏舞啊！我的哇哇，这也行！先来帮我清掉这些杂兵好吗？啊啊啊啊！亚美，先补，先补，先补。硬邦邦的这家伙。死吧！以后会有新女神，克里斯那个什么，那个啊，克里斯塔就是女神啊，她也是女神，各种女神出现的。我要干嘛？哦，爱莲被踹了。一给你，欸，如果丢榴弹瓶会不会比较好打？丢，丢，啊，他跑走了。丢，有呢，烧得很厉害啊。啊，又来了！哇哦，丢！啊！哇哦！哇！碎哦！有没有？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一K。好，啊，我们是丢了吗？没反应。丢，哦耶，哦耶，有了，可以打的头了。哇，哦，哇，恢复速度好快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啊，救命啊，来啦！哦哦哦哦，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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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弱点在哪里？在这里。啊，我干，受痛受痛。哦哦哦哦哦哦！我死啦！不要去打他啦，我回不到弱点啦，别气哦。他一直这样子，我根本没办法攻击。啊，
这个八七爱莲，你知道把他抓住就好了，交给我好不好？跳高高，跳高高，麻烦，就现在，有有有有有，有吗？有了，这次成功了，10672。耶、yeah, ，结束啦！给你们看美尻，可以可以可以，神作。咖啡被我喝完。哦哦哦哦哦！这一幕第一代就有过了。不远，凶残，拉屎的要用力。嗯，阿莲这样子其实还蛮好笑，那个嘴巴。我有呀，艾琳的头不见了，亲眼目睹。来不及了，好吃。耶、yeah, ！这样米卡莎就是我的了，太棒了！计划通，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救他了。Eren はどこだ？被吃掉了，很淡定，有没有？他到底去哪里？被吃掉了。还要继续啊，打不完啊。まずは周りの巨人をやるぞ。哦，我们有 S 加爱，我们有 S 加的班那个兵长啦。どうやらエルヴィンの判断は好爽哦。正しかったらしいな。次から次へと湧いてきやがる。干，太危险了吧，这样。了解。先救人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我也可以结束了呢。两边一起砍他的头。哎呦，结束了。重力加速度打270，有没有看过？剩两分钟了，我们直接去找女巨人了。该清的我觉得都清了。この罠なら少しは奴の足を止められるはずだ。拠点はここでいいね。女巨人，米卡莎 S 级的。不要，我好想要。啊！靠！别啊！直接冲过来，吓死人了。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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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兵长来！我还不打死你！行嘞，那哇没死，快点，通通去砍他的头，快点啊！来不及了，他恢复力超快的。哇哦！
等一下哦，等我哦。Oh my god！もう時間がねえ。目型を逃がすな。奴も疲弊してきたようだな。我想把这个打掉。拿了材料。待っていて。今助けるから。我要拿材料。让我拿。再来再来，快要有了。再见。我最后几快点。欸，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这样不太对吧？刚砍都没有伤害，这是故意的，故意锁血啊！巨型毛毛虫，时间到。哎，我差一点啦！其他巨人走开啊！我不管啦，林北要先攻，有了。兵长上，这次应该成功了啦！有了有了有了 ，一击必杀成功，终于啊！哦耶！声音好延迟哦，啊，那就是你用手机看对不对？好，你的手机不够力了。有谁？有谁？哇！兵长帅哥！啊！登基啊！艾伦！艾伦！他们这样都不会砍到艾莲哦，都知道艾莲那个，都知道艾莲的嘴巴里面到底有位置在哪里呢？哈！要是砍到艾莲，艾莲不就挂了？多分無事だ。生きてる。恶心。もう奴には関わるな。撤退する。作戦の本質を見失うな。自分の欲求を満たすことの方が大事なのか。お前の大切な友人だろう。该走了。爹靠，这哭了。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如果趁胜追击，是可以揪出道理。到底女巨人是谁？你知道吗？可惜他们现在选择逃离，他们选择逃走啊！救到艾莲之后，选择先离开，先撤退了。不是逃走，是先撤退了。不过刚刚那种情况之下，应该兵长再加个后颈砍，应该是可以把里面的人揪出来是谁啊？是不是？調査兵団は戦果もなく、这一场算是打了败仗。第57次調查、重要な戦力である失敗了。兵士長の負傷、歴戦の精鋭たちの死、身经百战的士兵、精锐士兵死亡。第57回壁外調査は終了し、全死光了。壁外遠征にかかった費用と損害。兵長扭到腳之後第二季都不出來。欸對啊，第二季兵長沒有什麼戲份欸。第二季的兵長戲份好少哦。エルヴィンを含む責任者が王都に。我覺得第三季應該會開始變多吧。エレンの引き渡しが決まった。啊？彼が壁外で。他在墙外所看到的景象。将墙外调查、严峻与世界的残酷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世界の残酷さを深く刻んだ。だが、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幸存下来了。期许他能努力奋战的艾尔文，命令他加入了某个作战计划。啊，我就是一直用他来当做是我自己这样。哦耶！终于结束了。
我们终于回来本部了，太棒了！今日も頑張ろう。好哦，躲什么？好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啦，休息。